他的机子。 干嘛呀？嫌我说他快了？炸了！ 谢谢左右的气球。 那手扶耳机不好。
打空姐。他来中场，膨胀的一批，收。落地刀，哎，没打着。五人也空了。平时你发个信号呀，你不发信号我都不敢点，生怕被喷成狗。快快点，快快点，传送了。瓜子，啊，那机子不能修。
人被救了，还被摸好了，调试还回了个血，又是复炸了。你别再摇那个小椅子。 到底是想捞呢，还是干啥呀？这不会来了个千里捡石吧？ 别说，还真给他捡到了。你看，我一直非要这么强，真的是天天上分，说实话。 两个人就挂了死，这把打切刀，我还没压好嘞。
有种你的船，你敢船吗？那是真的敢船呢。哦吼，这屠夫耳机还可以，但仍然缺了根线。头这么铁的吗，兄弟？距离啊，咱家不是说笑的呀。哎呦，没看好。下次就应该在这板后，在这边等。往射击拉也不行，往这拉也不行，那只能往中场拉了。中场拉我要白给，哎，只有往中场拉了。装的什么玩意？返回去干嘛呀？这波欠人灵性。打到尸体了，不急的呀，兄弟，四个人打团，我溜再久也没用啊。这鸟还能吸出来一只，
我是真的铁，就应该把他的头给他盖烂。 往帐篷正面后面拉了。哎呀，就头大。 等两下，直接下。他不敢飞了。 直接上车，上不到，反正两台机都在修，不传送就得输，要么你就有自信打开门站。 那只能飞。 他没办法，他不飞就等着输。他给我个娃娃，给我个娃娃。 哎，搞什么？重点一台都没修。 我要现在缠那个腿就不记得，铁定要死。我日！
现在都玩蛇皮，稍微给你绕一下扣两刀。嘿嘿，我还有香水，还能玩。刷点分。杰克，看你先值了。探板子，你看探板子探死，你直接上了七刀，直接上能得那少块肉啊！真想发一个我不救人。挂死就挂不了了，他这样骚扰的话，那我只能救了。来收我机子，
住啊。挂我，你怎么没赢啊？人皇直接起吧，这杰克开始白给。只能平了，他一刀斩必带走一个，磁铁跳伤师必死，必死一个人。刷点分。哦哟，我看到了什么？不敢修，不敢修。明要紧，他万一往海边走，这就杰克板区等二十秒，两个无人带走。大船，大船安全一点。我修完可以往海边修了。
我能骑两台。怎么感觉先知的机子被收了？我也不想救，卖了算。怕不是翻不过去哟、卡满就也赢不了啊，这空姐不敢卖，要么就是杰克不守的时候把人偷了，这家他这波太赚了，人给卖掉了，他能刷到人。他找佣兵吗？找僵尸。真摊板子，一个敢摊。一个趴板，
搞长动机，好像可以上滑梯，这么弹吗？ 整的。嗯？你们把它卖了？ 你敢传吗？来传，你敢不敢传？什么情况？
祭司，祭司，藏洞，藏洞，祭司，藏洞，藏洞啊！穿个底角挺爽的。看一眼炸一下，看一眼炸一下呀！哎，有毒哎！我看到他就不出了，我一切他就崩，连续崩三次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依旧，我就希望这个佣兵的知道信号。他打娃娃。我去帮大副修机子，跑哪去了？人呢？我靠，他的人皇，二号你不修，你还挑机子？墙上是跑不掉啊，大副出问题了。
跑不掉哦，拼了！能赢的局，这大副跑人话来补机子了，来二，把你摸好。应该狗一点，让他找一找，这么让他直接走了。十，你十点啊？哦，你用了，那你直接吃刀吧。那你吃刀就吃刀，还想让我给你扛？我感觉都可以秀完的就救了。过半了，过半。给他扛，我得补个机子去。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亮，亮了就能救。我靠，差这么多！还探探兄弟，探不死你，探，
接着弹，听见没？弹剪刀，弹，干呀你！真的是干！不出刀我不走，你出不出？哎，你出刀我就走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应该能绕过去。他发了个快走，什么意思啊？女巫吗？红分。海绵有机，两台。这俩真是个人，这俩都是人才呀。怎么没人救啊？这么无情啊！这两个人真的是……这已经不是人才了，那两位旷世奇才，你把你一挂死，你还去撞他？
行。你又没出手，就直接翻。有了，他有一个了。狗也不是，你闪一下。坐等扯不下来人，你看我说什么话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you
这首尔电机要白给。我日！
终点没人修啊，迟点要去终点啊。 老哥，你上天干什么？这上天不白给吗？上天，正好还需要插刀一波。 还在搅屎，嫌机子慢。
完了，要亮了。看这加速是都走不了。
活生生拼 AA 死。 Thank you.
晓得在干嘛？